之夏，怎么是你？哎，是我，我是林。林，是你吗？我一直以为他在意的人是我，没想到他在意的人是我身体里面另外那一个人，林。无论说，你出来吧。啊！怎么又宿醉了？怎么是你？哎，是我，我是林。傅泽义，你还想骗我？哎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是林。著名钢琴家塞金鲁道夫最常演奏的风格是什么？古典。那被誉为钢琴女大祭司是阿根廷的演奏家阿尔格里希。这个称号来自于1994年，是因为他跟柏林爱乐乐团创作了一张林恩·波米修斯的专辑，其中收录了贝多芬的《波米》。林，真的是你？我正好昨天喝酒了，给你买了点材料，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不用，啊！我以为你已经。其实傅泽一他不是一个那么狠心的人。傅泽一，我是林啊。哦，我还不太能分清你们两个。就算当时我出现的时候，你不一样分不清吗？但其实我跟傅泽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看，我喜欢做饭，但傅泽一特别讨厌油烟味，从来不进厨房。又或者我很喜欢猫，但傅泽一根本受不了猫毛。喂，快快快！把他给我拿走。所以说我们两个还是